多謝大家收睇 Man 哥頻道，請大家多多支持 Man 哥翻大陸發展，再創一片天空。多謝。之前在香港咧，經常性都有啲曱甴挑人我嘅，咁啊咁啱我經過巴士站咧，就遇到一男一女嘅曱甴啊，佢哋唔承認自己係中國人之餘咧，亦都會話移民去英國啊、美國啊啲地方嘅。咁你睇下啦，佢話每次見到 Man 哥都會去挑下 Man 哥機嘅，你睇下佢哋幾串。你就唔好去大陸，你就唔好去澳門，你就唔好離開呢度。我冇諗住翻大陸啊 ，sorry。你話你中意翻，你慢慢翻啦，傻閪。你一世唔好翻啊！去美國啦，去台灣啦，好啊，去英國啦，我會去啦，啲地方唔使你講啦。賣國策，狗，傻閪，曱甴，傻閪，垃圾，傻閪，傻閪啦咩啊？同啲廢人一齊。一個廢兩個廢，香港就係你最廢。你國家老闆兩個廢人，因為要屌你啊嘛！講聽，屌你啲廢物啊嘛！就香港啲廢物搞亂啊嘛！唔好人啲廢物，香港幾多太平啊？而家都冇嘢做啊！而家何君瑤都唔撚要你，你就收撚皮啊你！關何君瑤不撚事啊！屌我啊！打我啊！咪係要惡人咯！你個傻閪偷食，佢哋唔撚用你啦！香港人就係呢啲廢物，唔好搞搞我哋香港喺度廢傻閪，有你咁廢，就係呢啲廢物！屌你老公！屌你老母就咁樣啦！咩事啊？你睇下幾撚怒氣啊！唔撚怒氣，你啲廢物搞亂香港，唔撚怒氣。真系咧，真系咩啊？真系你系傻閪啊！国家系屌你咋？傻閪，由头到尾都系屌柒你啊！唔帮助你啊！你香港你话事，我哋讲咧有咩意思？系一啲人睇到冇要偷盗，要去台湾，但系啲人父母都令到丢架。人紧张，佢唔嚟，所以有啲废物咧。你真系真讲大话啦！你唔係搞笑啊，話人肥，屌你老母！你以為你真係大波咩啊？你大肚咩啊？屌你老母！你啲傻仔傻閪，真係好撚肉撚酸啊！成個街老鼠咁雞啄唔斷，啄地雞咪啄下啄下咁撚樣，啄撚夠味啫！真係好撚煩，香港有啲咁嘅人真係好撚煩。屌你老母，行出去俾一撞撚死算啦！鬼出鬼出，真係好撚閪煩啊！呢啲咁嘅人真係。繼續拍咯，成日有乜撚嘢攞部機術出嚟，以為自己好撚勁啊？唔勁，即係香港因為有幾多萬人睇，因為有啲人搞到㗎嘛。尤其全中國睇下，你啲香港人，你香港人以為自己係一個國家，啲咩質素，咩人品，啲咩人種？咩人？我喺香港啲人做咩嘅？呢啲人咩都死唔死？大陸就係未來嘅趨勢，揾錢一定要翻大陸。啱啊啱啊，翻大陸咯！香港一世，啱啱咁你快啲翻大陸啦！冇問題，一開關就即刻翻。好，你哋繼續喺香港啊，最好啊唔好搞亂，搞亂嘅快啲去逃離英國，去台灣啊，做你哋嘅二等公民，做你外國嘅狗。啱啊啱啊，大灣區啦，喺呢度。香港都係大灣區，你哋唔撚承認都唔撚得，呢度就係阿爺嘅地方，呢度就係中國。你哋幾唔承認呢度唔係中國？你哋講你哋唔係中國，你哋可以你哋講唔係中國人，但係呢度真係中國嘅地方。你哋好啦，戇居就喺度搞亂自己中國嘅地方，搞亂香港嘅地方，就係因為你啲咁嘅廢人、廢物出嚟搞咩破壞？係啦，我怕人望住我行出嚟度，絕對唔撚怕啦，醜係你哋覺得嘅啫。一個人冇智慧，冇經歷，總之我冇犯過法，但係我就係出嚟係要對住你啲人，係要話你嘅不善啊！依家香港要你哋代表大陸嘅，點解要你哋係代表呢度香港所有人呢？你哋有冇令到我哋問過我哋嘅同意呢？你哋幹咩撚服香港咧？時撚咩撚服革命呢？講又天下無敵，做又完全無能力，就係呢啲人，人生冇意義。冇角色，有你真系元朗，我見你一次我都去聊你一次啊！哦好啊，次次見到我就次次聊我。我大波咩？大波咩啊？真係正啊！真係錄俾佢哋睇啊！係啊係啊係啊！幾耐真係？原來蜜水啊！又長氣，都你揾到人啦！終於揾到一元朗嘅人啦！好係啊！係啊！咁點啊？我拍拍啊！我拍拍啊！冇拍拍噶嘛，冇任何嘢噶嘛。張相系啊，佢自己啲原來佢嗰啲冇拍拍噶嘛，好多人好迷嗰啲人咧，係啊，係啊，都話冇。喂，好
食。哎呀，好想食啊！請啊！係啊！你又偷食啊？又俾人影到啊？係啊係啊！我以為係你啊！我唔係冇垃圾。我啦，同你講一樣嘢，話佢偷食啊！得得得，係 OK。啊，影張相先。哇，邊個啊？原來係你。你偷食咪認咯。嗱，香港人咧要睇下咧，啲人咧識做戲嘅人咧，動作係非常之大嘅。佢咧個人咧要做曬成啲嘢咧，啲人覺得佢哋係認為佢哋係自己啱嘅，所以咧你要明白呢啲人咧，除咗識搞亂香港同埋搞破壞啊，其實做人咧係冇乜意思同埋。俾人踢一腳仲唔夠啊？落喺腳落樓，可以踢多幾腳㗎？你夠膽咪踢咯！你哋啲人除咗識破壞同埋識搞嘢同埋識打人之外，仲有咩嘢啊？你哋係代表暴力㗎啦！真係好煩喎！你睇下，哎，冇乜波啊，算啦。既然違反呢個國安懲教條例啦，戴耀廷、黃之鋒咧再踩呢個紅線啊！喺2019年反修例嘅逃犯條例風波咧，引起連場嘅衝突啊！涉嫌部分人士咧已經被捕，甚至判以呢個坐監嘅刑罰啊！亦都有部分咧逃到海外嘅分子咧喺度打呢個國際線，佢哋當中咧更有喺網上邊咧喺度開呢個 P 床咧收費嘅，以播毒嘅文章收費啦，賺取收入同埋繼續播毒抗爭。佢月費以外幣結算，折合數十蚊到數百蚊都不等嘅。有平台明言要籌集約100,000元咧，就展開計劃，以支援在英國嘅手足啊，潛逃海外被通緝嘅前議員許智峰咧，亦都有開設呢個户口嘅。繳付付費較多嘅網民咧，就為咗反中亂港啊出謀獻策。另外咧，喺籌中嘅人士咧，亦都透過佢平台啊發表手寫嘅信嘅內容啊。據知有部分咧正研究當中有冇違反呢個獄中嘅規例，甚至有冇違反啊港區國安法嘅情況。網上付費平台 P 床中咧，不少帳戶是曾經參與在反修例風波人士所開設的，例如其中一個帳戶黑群義工提供網民付費披藏有關英國港人動態同埋抗爭的信息的文章，亦都提出港人社區青年中心的計劃，該中心以 Connect 聯繫港人，培育香港民族為宗旨，實際上是另類的眾籌。首階段以英國倫敦作為試點，計劃租用宿舍為手足提供住處，目標呢第一次呢就10,000英镑，即是折合100,000元的港元，用作成立中心的網頁、租務開支、添置二手家私，下個月呢就投入服務了。第二階段呢預算20,000英镑，折合200,000港元，目標咧就喺今年嘅5月咧就達成呢個目標。至於許智峰啊，則開設光復香港國際線嘅帳戶，明言啊，佢喺呢度咧正式與港共政權宣戰，喺網民付款披藏啊，批評港府及打國際線嘅文章。其帳戶啊，表面分為3級收費啊，最貴係25英镑，折合為260港元。付款的月費當中，讀者可以成為光復香港國際戰線中堅的參與者，出謀獻計，深入討論並商討工作方向。